要来搭接驳车了，就是这一台，上面有写青山屋，还有新野奥路拉西的 hotel。青森屋前进了，哎，看到牌子了，其实很好像有点近是吗？怎么一进去看到了嘞？一进来就看到了耶，好像颇近的，很近。但你拖行李可能要十分钟吧？对，就在前面呢，真的耶，好近，对，又到了。但是我想。应该没有人会拖行李吧？耶，我到喽！这边 check in， 这样，我们现在从那个就进来那个青森屋，然后我们从门口开始介绍，这边是厕所。看起来就是一个干湿分离的地方，哦，我不会开哦。哎、欸，这样吗？哦，开始就卡关，真糟糕。哦，它是一个淋浴的，所以它没有给你泡澡，就是因为就是叫你去那个、啊、泡温泉。嗯，厕所，小玄关就我刚进的地方，这边就是衣橱啦。衣橱有浴衣，对，哇，然后这里有两张双人床，啊，不，两张单人床，乱讲的。然后是就是一个沙发，然后这边可以走过来，走，你看一下景色，那基本上。我们的景色被这栋楼挡住了啦，对，没错，真是，对啊，好咯，那大概就是这样子咯，这个房间还蛮算蛮大的吧，算宽敞。可是也是馅也蛮甜的，嗯，不甜呢、欸，这不甜啊，对啊，是馅，而且中间的那个加了奶油，好像有放盐巴哎、欸，哦，咸咸的中和，然后里面还有坚果，这有点不错不错，有点什么，有点甜。玩这个要钱吗？一直夹娃娃又来了，下次夹娃娃，可是我觉得很干净。嗯，也许哦，我不知道，也许吧。要不要试试看？昨天被骗太多，要不然你们再试试看。昨天被骗太多。这还到底干嘛？没有。比较日本，是往这边走。这边是可以喝酒，喝点酒的。很可爱。抱枕都不同形状。对啊。嗯。爱的是要飞。我看有人去拿苹果吃。不知道这边报名是吧？对，是晚上的，不是吧？这个，我想，嗨嗨，何時来ですか？你要几？我
几点？十点吗？十点半。十点半。就三十分。我、哦，你二人？哎呀，二人。就三十分。嗨。泡汤的地方在这兒。对啊，我看大家穿什么。对啊，看大家穿什么。因为依依就会穿拖鞋。哎，苹果汁要不要喝？会穿的。对啊，不用钱吧？应该是吧。有有有，550，550块钱。对啊。拿成两个杯子的。马车不是马车，你是放中间吗？我每次都不知道。看哪条？
喝卡布奇诺。你需要是咖啡？对，拿铁奶比较多。出入口啊，这就过去看看。集合的话，难不成是从这个门吗？开胃的是什么？你是说吃点开胃的？甜点的甜点，哎，对啊，真的是的。开胃的甜点，那是开胃的甜点。牛肉铁板烧。安排在这里、啊，好远，那个很坏、欸。明明我们是台日友好，他还这样。对。哦，这是天妇罗，吃点天妇罗好了。晚上的时候呢，我就跑去泡了浮汤，然后因为不能拍照，反正就是想照片这样子漂亮哦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欢迎在下方留言区一起讨论，如果还没有订阅追踪的朋友，赶快按下小铃铛哦，我们下次见。